好的，首先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，总共会有三个资源哈。那刚刚讲到那个字串啊，字串的部分的话，特别注意就是说，从这个地方哈看不太出来里面放的东西，因为它这个地方被切割了哈。那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它是一个 style 的 text， 你可以切到那个 XML 里面看一下哈。基本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已经格式化哈的一个这个文字哈。 那里面的话包含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然后这应该是 U 应该是加，秀出来我看一下，有底线嘛，对不对哈？然后 U 是底线，然后这个地方罗贯中是加粗体，然后 I 的话应该是斜体。那如果秀出来的话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哈，秀出来结果各位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说我今天呢里面有格式，我要让它正确显示的话，你会发现哦。 第一个有没有显示正确？有吧？有底线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有粗体，有斜体。可是第二个有没有？第二个没有，它会把它当一般的纯文字读进来而已，没有格式。那第三个有没有？第三个也有。所以一跟三都有。好，它底下的话加一张图。另外的话，哈，启动之后也会播放音乐。不过因为这个音乐哈太短了，所以你会听到什么？其实就是一个。 就这个音乐而已，那你会感觉不知道有没有播啊？实际上有播哈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我把它执行起来给各位看一下。执行之后哈，让它重乱。那它刚开始在初始化 uncreate 就会有一个声音出来，表示它有播放音乐，有播放音乐。好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哈，它这个程式里面呢，有点慢哦。 Okay， 那应该会有一个背景音乐的，或者你干脆把 MP3 换成那个比较长一点，感觉会比较明显哦。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部分。程式部分的话呢，第一个哈，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，我们做那个前面都一样哈，宣告连接，反正就是画面上面有的会用到的，我们就宣告。所以会有三个 test view， 所以我就 宣告第一个 test view 呢是。 TV get test 哈，一个是 get stream， 那一个是 TV 的 RIS， 再一个 IV photo 哈，就三四个东西哈，那连接四个 ，OK， 那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在这个读取文字上面，那为什么它会有三个 test view 啊？主要就是让各位了解一下读取文字，如果说呢文字里面有那个格式的话，那你就不能够直接用什么呢？用 这个 get string 的方式来读取，因为 get string 的话呢，只是把里面的字读出来，格式呢不会读。如果说你要把格式也读进来的话，特别注意哦，一定要用什么呢？叫做 get text 的方式。而且你宣告的话呢，一定要用 char 的方式 ，char sequence， 你不能用 string。如果你用 string 的话呢，会产生错误。好，所以特别注意啊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如果要把格式读进来的话，一定要用 char。好。 char 这个地方，我把它另外用什么 get test， 然后读取的话呢，是从 r.string， 在 string 里面有个叫 style test， 里面的话会有一些格式，我用 get test 读进来，再让它显示出来的话，用 set test 显示的话，那格式才会成功。如果说我今天第二个哈是用什么，用 string 的方式，用字串的方式，把它用 get string 读进来的话。 那各位显示也是会显示，但是呢就变成没有格式，好，所以这两个，那第三种方式其实哦跟第一种方式结果一样，只是它是利用一个类别叫做 resource 的一个类别去做读取，那结果都一样啊，所以如果说呢哈，你不希望记太多的话，你干脆就记第一种就好了，好，第三种的话你可以当参考。再来的话呢，读取图档也非常的简单，你直接怎么样呢？宣告一个。 这个 image view 哈，利用什么呢？点 set image resource 就可以。那其实哦，这个有时候呢，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记程式的，你只要有一个物件名称，再点一下哈，其实这边 set 一下都会有 set i 啊 set image resource 这边就出来了。你就直接怎么样呢？直接在后面直接打，一般的话呢，只要跟着感觉走，应该都可以把你要的图档啊，这应该是哪一个？ IV photo， 这样的话呢，就可以把图档载进来，所以有些东西根本不用记。另外的话呢，读取音乐的话，必须要透过一个叫 media player 的类别，那这个非常简单哦。
你直接 media player 宣告一个物件名称叫 mp， 然后呢再透过 media player 本身有一个方法叫 create， 就可以把它读起来。那其实 create 也非常简单啦，你也不需要死记啊，点一下 create， 它会自动怎么样呢？跳出你要的参数，那你就给它一个 get application context， 哦，然后呢这个地方就读取什么 r 点，应该会有个什么呢 row 点，里面一定会出现一个 音乐档 ，OK， 然后你就直接结束掉就可以了。哦，两个参数 ，get application context， 我看一下刚刚是不是也是两个参数，也是一样哦，两个参数就 OK 了。那最后记得哦，多一个什么呢？这个物件让它播放的话呢，就要加一个什么 stop， 那当然如果要停止的话呢，就是什么 stop 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我想这一题比较简单哦，了解如何读取文字。那文字的话又分成有格式跟没格式。 还有呢，读取图档跟读取音乐啊，这个部分的话呢非常重要，常常用到。OK，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